大家好，我是马来西亚娱乐杰奇，又回到了天门鹅。最近来得好频密啊，这次来呢有带领一群啊这个潜水的朋友啊，他们大部分人都没来过这个天门鹅嘛，然后这一趟呢是来这里游山玩水的，完全不钓鱼的哈。早上 Welcome to Royal Bloom， 队员到了，欢迎欢迎来到 Royal Bloom。好，所有人员集结完毕，那我们现在就要往这个天门鹅北部禁区的方向进发了。 Whisky 啊，白酒，这个是什么节奏啊？吃饭吃饭吃饭，哎，仲好过 TDB 啊，有冇 TDB 可以得几多茶？老板负责。出发出发，打卡热点了。前方这边是一个原住民的村庄，由于这个疫情的关系，我们不能上去参观，他们还是过着那种没水没电的这个生活啊，也没有网络，什么那些都没有。苏埃国爱是天门鹅里面其中一个打卡热点啊。松埃国爱啊，这边是一个热门的景点啊，里面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瀑布。我们去这里啊。好，看这棵树有多大，它的树根啊好像一个石壁一样，这个树有多高？哇！往上直线吗？啊 ，OK OK。漂亮吗？这个瀑布，这个瀑布虽然它底下没有那个水塘，可是哦，单单这个画面哦，你看这个景象，都值得我们走到这里来了。它有很多那个水汽飘逸下来。来，要到了，要到了，多几步不了，多几步不了。来哦，进去里面洗澡体验一下。爽啊！哇，好爽啊！有彩虹啊，看到吗？看到这个是什么吗？蚂蟥啊，蚂蟥。看到蚂蟥吗？啊，今天在一个打卡热点，玩得挺爽啊，新体验啊。在那个瀑布底下，水花底下，过程非常有趣味，还有很多蚂蟥。看，这个是。走了，现在回船屋了。回到船屋了，休整休整，今天就没活动了。妈，反正我不用带东西来啊。太多东西吃了。松埃八瓣板河打卡热点，松埃八瓣的特色就是这个吊桥。这边打卡热点啊，什么吸引人的呢？就是这个吊桥，然后再来就是里面啊，它有一个矿石哦，然后它会渗出那个水，然后它有那个盐分的矿盐，它有那个医疗作用啊。那很多动物呢会往上，会到那个石头那边去填食这个石头上的一个水分、盐分，然后有这个医疗作用的。我们现在就是要进去看那个矿石，然后还有四周围的那个动物的这个脚印。这个里面的野生动物哦，大象啊、野鹿、四不像、马来貘，然后这个野牛。
都会到那石头那边去填实那个盐分。灵芝啊，这都是一些野生动物的脚印啊，一些是灵芝类啊，灵芝。吃饭吃饭，吃完了才能下台。啊，麦哥难得啊！好，我们来到瀑布区啊，另一个打卡的地方。我不会游泳。你不会游泳关我们屁事。我们不会游泳。穿着烂鞋更怕，好不好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我心有没有乱？紧张，爸爸不要骗我。这家伙啊，会陪我们来玩了、哦。哎，他是来玩的，听到没有？我是陪你的啊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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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天啦，爽啊！我老诶，搞到别人难斗啊！烧烤啊，烤鱼啊，今晚吃烧烤 ，barbecue， 哇、哦，羊肉羊肉，罗非鱼啊还在烤的，有没有烤火啊？哇、哦，竹筒鱼啊。OK， 可以等一秒，我们就要收费了啊！我们下来啊！看得到。One, two, three. Yeah.